也看好两岸家庭用纸的成长力道，国内的纸厂正隆、华纸、永丰余同步加码投资了。那么正隆决定要花12.8亿元在竹北厂来增设加纸机的产线，永丰余则是在扬州来增加2部加纸机，扩大市占率。另外一家厂商华纸旗下的广东鼎丰纸业，考量到中国大陆市况不好，同样决定转做加纸来抢攻市场大饼。